Hi, 我是 Sunny, 一分钟看电影。I just heard you play, and I want to... If I could find love at a stop in a park with open arms, I would say all my love in a jar made of sparks, sealed in my beating heart, could it be yours? 来分享 La La Land, 是一部2016上映的美国音乐浪漫剧情片。由米恩·查哲雷执导，故事讲述在洛杉矶追求梦想的两位年轻人。男主角塞巴斯丁是一位爵士钢琴家，女主角米娅是一位有抱负的女演员。两人因为梦想、艺术相遇而坠入爱河，然而他们在追求个人梦想的过程中，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和抉择。电影以绚丽的视觉效果、优美的音乐和精湛的表演，并赢得了许多的奥斯卡奖，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。《La La Land》不仅展现了爱情和梦想的交织，还反映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冲突，真是人生必看清单之一，分享给你们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